上次我拍了一个嘟嘟车，那个流量超级高，然后现在这个车出来了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这款是电动版的，然后这款的话它是燃油版的啊。这车我就 Hello， 我就觉得缺个两个妹子。前面可以坐三个人，然后驾驶两边坐两个妹子。不是，应该是一个长右边，不是。这个是充电吗？对，可以充电，这里可以充电，然后这个可以插那个直接手机，不是有个直接接口吗？啊，嗯，这里是 TF 卡，可以。对对对，收音机功能，这里直接就可以接一个那个电源插座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非常方便。这个功率比较大。发动机插门在这里，这没法放备胎。他们说这个可以收起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收起来。那个就放的那个。就是版本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收不了是吧？啊。前后联动，没有 ABS。你看贾哥哥也在看这个车，我想好了，我如果下次再去西藏的话，我就要骑一台这样的车去，路上可以帮助很多小姐姐，对吧？他们背包旅行啊，徒步啊，我可以图搭他们，宽敞啊。后面三个，前面两个，哎呀，完美，想想都开心，想想都刺激。